道院墙，百姓的小家，一弯城墙，帝王的天下。金戈铁马，逐鹿华夏英雄，皇城基业，见证十朝兴衰。向心留痕，青砖成锦，风霜千载，重焕新生。四重古城墙，千年文明史，大型季播节目《南京第五季一城山河》，首次全方位解密世界最长、规模最大、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垣，追溯南京城墙和南京城的今生过往。这里是南京，我们的城市，我们的家。